来吧，小伙伴们，有很多小哥哥小姐姐说就喜欢看我抓大货。今天在海边巧了，发现这只多宝鱼。见此多宝鱼者多财多福，觉得这个寓意好的，给我个双击，加上一个关注，看我户外直播喽。来吧，兄弟姐妹们！同时接到两位小姐姐的私信啊，说她和她的男朋友分手了，看我能不能捡一个大水母的触须。她说看到长长的东西被剪掉，心里非常的舒服，非常的得劲啊。那位小姐姐在不在啊？在的情况下，请你给我留下一个双击啊，关。来吧，兄弟们！有位漂亮的小姐姐私信我说，和隔壁老王吵架了，心情一点不好，想看一个翘胳膊翘腿的大贝壳，那样心情就会好一些。咱就托亲靠友的，终于找到了这种翘胳膊又翘腿的大贝壳啊！别说，挺好看的。那位小姐姐看到了吗？看到的话，心情好了，可以给我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吗？小西瓜，快点吃饭了，吃饱了再快快长大呀！还有兄弟们，此鱼名叫安康鱼，寓意特别的好。祝咱家老铁在2019年里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。拿起来的一刹那，我以为一个蝙蝠朝我扑了过来。这牙齿太锋利了啊，这手也给割破了。哎呦我勒个去。如果咱家老铁喜欢的，请给个双击。